陈湘琳，你要去哪边？他坐巴士。东城。主要吧。我去马上去啊。开清水寺，然后阿娇要去二能山。阿娇，我们从清水寺走下，沿着很多的商店，然后一直走就可以走到二年坂，可能超漂亮。我有听说是他们的门票是平安的，对，
啊，然后呢？结果？然后再拿，再掏啊。哦，那就好。好喝吗？喝茶。不深呼吸。好好说话。